捉迷藏考试现在开始。太阳在东边，影子在西边，直接不见。小亮，虽然你们做到了走路无声，但是藏在我身后太像儿歌了，头像不见了。学校这么大，等我开个车慢慢找。这什么老爷车啊，看我一脚油门。是你有多少经验，力气这么大。哈，这时候还关心其他的，考试不及格。这哪儿来的黑色影子啊？不错，一个躲天上装风筝，一个躲地下操控方向，配合默契啊。但是被我找到了，就是不及格。可恶，只剩小屁没被找到了，他到底在哪儿？看是时间范围内。小雪，你在哪儿？小米老师，你现在可以摘下眼镜了。你是怎么藏在我眼皮子底下的？我早就把你的眼镜调换了。你的镜片其实是一个电子屏幕，我用拍电影的抠像技术把我的画面抠掉，再传输到你的镜片里。你不摘眼镜的话，根本就发现不了我。什么？我是未来世界的小饼，和当时的小米老师发明了穿越平行时空的机器，但机器发生故障，小米老师的意识丢失，我穿越过来就是为了收集小米老师的意识碎片。居然敢偷换我的眼镜，分明就是考试作弊，不及格！你要被机器说清楚，我不服。好，我要你心服口服。